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 Vlog。我们今天来了一个我跟 Cindy 都第一次尝试的一个体验。我们现在就在这边，那个 Waze 啊，都没有东西了。这个环境呢，如果你们大家喜欢 glamping，我们来到这个 Hutan Retreat。今天我们的 Vlog 就会深深的感受一下 glamping 的感觉。As you can see, this is how it looks like. It's very, very 好大，跟这位置应该不会走错路吧？而且刚刚那路牌是写 in 1 km， 这条路应该是差不多要到了。估计，我们还要爬这么高的山，小山，小山。这里的路就比较顺了一点。OK， 要把我卖掉啊？我自己都怕，还要把你卖掉。好，我看到了，看到了，就在这边，一粒白色的，就是我们应该住的地方。We're on the right spot。经过了一些怀疑的感觉，没错，我们已经到了 Hutan Retreat。它这里是有个很大的门口，是锁着的，因为它是 private property， 这两个门都关了，所以他要叫他 staff 出来帮我们打开门，我们就可以进去了。就进来了 ，Let's go in。Thank you。We're here。At the Hutan Retreat， 进来呢，就有一些 car park 可以 park 的，哇，好斜啊 ！Yeah， 这边就是 parking， very very 的斜 ，park 了车，让我们发现小小粒的榴莲 ，Beware of falling durians。这个朋友 Brian， 第一堂课 ，Brian Coffee， 休息。这是刚好 Brian 的 coffee。超过了那个味道就会不一样，超过一点点还是 OK。 Coffee 它本身会有一个东西叫 CO2 会影响我们的 extraction， 就是你水跟咖啡接触的时候，如果有空气的话它就 extract 不到。你可以倒第二轮了，可以倒到大概百四倒到140这样，有点大了。再倒几个 round， 这个通常我们会做三段。 OK， 你可以倒第三轮，你就倒中间就好，不用去转圈了。倒中间这个我们在家地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来的时候呢，就是拿这一个东西来 grind 那个 coffee， 就 grind 到那个粉出来。Let's try， 这些咖啡豆不是买的，是炒的，就这样子 grind， 所以这个步骤是非常的累的，就 grind 到完全是没有声音。Yeah， 就是已经 grind 变粉了。给它试了先。对，因为有时候有些它本身会有那个纸的味道，我们会用热水去冲给那个 dripper 稍微热一点。所以当你泡咖啡的时候，你的水才不会冷下来。那 dripper 如果冷，然后当你把热水倒下去，那个 dripper 冷，它就会吸取它的热量，水的温度就降，它就影响到我们的 extraction。OK。要炒豆，没有炒过的豆就是这样子。你嗅一下，好像水果。有，我上次去台湾的时候 ，HWC 的果园，就是这样子的。豆放进去就这样子，这个动作就是要一直弄。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男生就是豆豆 big 的，大家去看看 Hutan Retreat 这边有什么东西。刚我们在弄 coffee 的地方里 ，chill out cafeteria， 我们可以像刚刚那样烤 coffee， 这边就是会有一些地方可以喝东西的，可以吃的。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space， 我们晚上就应该会在这边吃东西了。讲感觉如何？第一次来 glamping， 感觉
很特别哈。是可以暂时忘记。是不是？可是我电脑也在上。带电脑来我都吓到一下呢。我就是会很怕没有电脑在上面。不断 retreat 就是这样子，非常的大自然的 feel。I mean glamping is all about nature。所以晚点我们去 check out 我们今天晚上会住的那个地方。我们的这个住的地方就是在后面这一边，一个像 dome 的东西，然后外面就是有一个个人的厕所啦。这是我们邻居在 dome title 比较特别点啦，有这个摇摇座，然后大家的 dome 外面都会有一个私人的厕所，一个洗手间。下面这一边就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raw cam 啦，你要自己搭棚都在这个地方。This is where we're staying, Dome Title, our suite, 二号。来，带你们去看看里面，它就是一个 dome。Right, look at that. 把鞋子脱在这边，那就进去，两个窗，然后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就是说晚上会比较冷。Woo! 然后这边就是有一些可以放衣架的东西，有一盆花，一个冷气。How do you feel?If you're closer to the nature, 夕阳下，好漂亮啊！好，肚子好饿。我们刚 check in 了之后，然后我们发现睡觉被人家看见，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盖着。可是这里的天气很凉哦，对，非常舒服。估计晚上的时候有个美，安装一些灯。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这一边吃东西。我看这边种的 banana leaf， 这些香蕉椰子。We're here.Hello. Hello. 我们今天在这边吃饭，感觉非常的好，非常的舒服。今天晚上吃的东西就是这一些了。嗯、Fermented potato bread. Nice. Next one is a Madai red snapper. 这是饺子里面有虾的。Okay. Okay.Thank you. Spiced duck breast. We have a chicken roulette. Chicken sauce. Yeah. Yeah. Very nice. 厨师在解释给我们听，这个食物是有多好吃。那我们最后一个 course， 里面有 marshmallows， 加好不好吃？这里看到很多已经准备好的食物，这里也可以做你的生熟蛋早餐。来吃个生熟蛋先。哦，烧得很开呀。我们吃了一些早餐，就直接来做一个饮料来喝啊。这边有一个炸水果的机，今天教你们做一个 celery drinks。首先，全部切走，前后切走，这是妈妈讲的，因为我们有那个 blender， 所以我们不用切太小。再拿来调，前后，哦，好像是这样啊，前后。celery 一个叫什么？苹果，我叫 orange， 一定要从这个杆这边开始。打工的时候做的东西，把那个 wood 拿走， apple 两粒，来就加进去。柳橙钱呢，一粒、两粒、三粒，再加钱，放不完了，我们大概放两粒就好了。那 celery 放几条给你？我已经用心了。搅了吗？来 ，try。这位小姐，做一杯给我喝，小心那个东西会淡到你的衣服。专心哦。大家看一个产品，我的是有 layer 的，这个就是也是有拉花的。你喝一口看，你喝我的，我喝你的。Cheers！ 哇哦，好喝啊 ！Conclusion 就是有几层的颜色跟掺在一起是没有差别，还是一样好喝。哇哦，哦，你的比较清晰，期待已久的榴莲。Look at that! Nice.Wuthan Retreat overall view 非常非常的舒服，
那边就会有一些 dome， 就是住宿的地方。然后这一边就是有一个 campfire site， 呀，就我们昨天烧 marshmallow 的地方。然后这里其实这个空地，哎，好像可以做一个音乐会吧。错，外面这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做很多 event 的一个地方，摆婚礼也可以。这就是 cafeteria 的样子了，很舒服的一个地点。那我们今天就在那边吃榴莲，期待已久的榴莲。哇，真厉害！哇，是在 glamping 的地方吃榴莲，感觉很不一样。哥哥，哈哈，哎，下雨了，就在这个大自然的吃榴莲，感觉好舒服。要吃一个，哇哦，香，有一点点小苦，一点点的小苦，但是又很甜，好料啊！感觉吃这个不会很怀腻，它的肉质比较厚。小小个这样，味道又很好。基本上呢，这个就是甘榜的榴莲啊，甘榜的榴莲吃了先，然后才吃猫山王。我们刚刚吃的是甘榜榴莲，就是 organic 的甘榜榴莲，然后再吃猫山王，因为猫山王的味道比较劲，黄肉啊，就是这个呀，这个。但我觉得甘榜榴莲很好吃，所以我再吃点吉利先，然后再吃猫山王，跟着讲。放少了都吃。好了，我们这个 weekend getaway 就结束了，感觉是不是很特别？睡在一个大自然的地方，在 Hutton Retreat。这集非常谢谢 Brian 啦，邀请我们来尝试一下不同的 glamping 的感觉。下一次可以跟家人，对，和家人来，或者是和一群朋友，可以在这边 spend time。而且在这边有榴莲园，也有榴莲可以吃。东西可以玩了，下一次再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比较 thorough 的 review 给你们知道。好了，这一集的 vlog 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